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我们要最后一首歌了。你们有没有去过邪恶的 Golden Tides Bro 演唱会？现场有去过的举手，没去过的很多。那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场收到那些是怎么一回事，好像假的一样。我们 Golden Tides Bro 还有一个 final 场，没问题的话，连风都在为我们呼喊。我们会办在今年的暑假七月，没问题的话，应该是高雄场。不管是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北部、中部、南部的朋友，都希望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。OK， 让我们最后一场 Golden Tides Bro， 把屋顶掀了吧！来，下一首歌，燕文给他们下马威，让他们知道你他妈的超能。可以举起25公斤，两手加起来就是50公斤。要举起你，根本放个轻而易举。
麦肯定的孩子们，让我们今晚一起快乐，面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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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ah.